点我妈的果酱。据说没有放糖，所以是酸的。这是我妈妈做的面包，超可爱的，有没有？胖嘟嘟，哎，好烫好烫。放点我最近买的奶酪。都已经吃了好多了，放多一点。我饭我还会再加一点这个。它里面有很多什么蒜香啊，各种调味料，还有一点点什么洋葱啊、海盐，各种特别好吃。拌饭我最爱的花生酱，已经快吃完了，该回锅了。牛奶，我喝不了太多的牛奶，乳糖不耐，但是配咖啡嘛，又想喝一丢丢。那就喝一丢丢吧。我都是在用这些，但是我并不是所有这些产品我都用，我用的比较简单，就是一个基础的洗面奶，然后呢一个水，一个面霜，然后还有水之后是这个 Cipher 的拍摄。最近杭州跟上海的疫情不是很严重吗？我是在担心说。那个万一拍照拍不了怎么办？因为小蒋在杭州，我怕他来了之后回不去。我们在商量，要不要这一次拍摄就是我上，我做模特，然后再请一个摄影师小柳来给我们拍。但是小蒋就很拼，然后一边应该要买一个好看点的调缸，有点出戏，要加了点红色。好像更有食欲了点。但是你们那个照片拍出来，真的感觉不出是模特那边拍出来，出模有影响。超好吃。这是我那个自己的那个凹陷，它就是。从那个永璞咖啡的艺术节回来，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了点什么。就是有一个小杯，它是挺可爱的，
超少的。哦，这个是我在那个 B1 的时候，他们有很多活动，你只要就是比如说扫二维码关注啊，然后等等一系列操作，然后就可以挑一些小礼品、小周边，这就超级可爱的。这是可能是我拿到最喜欢的一个了。很多礼品选择我都会就是选这种别针，因为我的牛仔衣也很多，然后就觉得可以别在上面，或者是帆布包都可以别，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实用性比较大一点。还有小贴纸，是有一个要开的一个冰淇淋店，然后抽奖，然后抽到就是小贴纸，这样。就是我网上淘宝店有关注，但是因为要运费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就一直没有买。然后他们店也就是在那边展出，就是这个手机壳是他们家的，就很可爱。然后他们还送，就是这个可以当便签，然后后面有他们的信息，就很可爱。然后这手机壳也是，因为我们家有养狗狗，然后看到这种可爱的狗狗元素，就是必须要买回来，就好可爱哦。对，又拿了一个别针，然后有个抽奖，还拿了包饼干。我又找到了一位就是没有网店的一个艺术家，然后买了一个，我不知道这叫什么，但是就是可以放在家里，也很符合我，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。对，然后反正艺术家我发现他的画风就是特别喜欢一样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复制往旁边，然后再定格一下。有一幅画真的是三个女生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被复制。然后到了这家店，就刷小红书好多人就是他会直接就是当面现场给你作画，然后这个是估计是他本人吧，然后画了一个我。对，我很少有短发，我觉得记录一下也挺好的。你的那个60块钱他会送你一个咖啡液，就是可以加信息，加一些纸头，然后加在这个板子上。然后他还会送一些贴纸，然后他这里面还会附赠一些优惠券。他这张是就是 B 一层，好像说是有一个咖啡店，然后你可以折扣5块，然后这些就是说是在 City Boring 永嘉路可以就是减免5块钱，这样就是可以一些兑换券啊，还有一些就是一些 DIY 那个手工的一个勋章，可爱的。因为快要到圣诞节了嘛，现在已经11月份，那我画了一个小小圣诞树。